从卖花姑娘到教授医院总主任，陈素秋移民巴西的从医之路。伊比兰卡医院是一家圣保罗州大型公立医院，医院的最高领导是院长，院长之下管理全院业务的就是总主任。截止到2022年上半年，担任总主任这一重要职位的是一位华人女性，这在伊比兰卡医院历史上是第一次。她的名字叫陈素秋。出生在台湾的陈素秋1974年随父母移民巴西，那年她12岁。她的父母并非富家儿女，抵达巴西后在大市场开一家花店。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长得娇小清秀的陈素秋12岁起就帮家人买花卖花。为了多赚钱，他们还到菲拉集市上卖花。因为买不起摊位，他们只能在集市边上摆个地摊。因陈素秋长得天真可爱，对顾客总是笑脸相迎，很多人都喜欢这个笑容可掬的卖花小姑娘。转眼卖花姑娘18岁了，就要报考大学了。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自己脖子上长了一个瘤子，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瘤子也越来越大。她第一次感到了害怕，这个肿瘤不会恶性的吧？她感到了死亡的恐怖。她去医院看医生，来到医院里，看到那里有许多可怜的病人。因为是公立医院，医生问诊的态度常常显得冷漠，而接待她的医生就是一位表情冷淡的医生。于是陈素秋立下志向，如果治好了肿瘤，一定要读医科当医生，好好照顾这些贫穷的病人。幸运的是，陈素秋患的是良性肿瘤，他顺利做了肿瘤切除手术。手术后，陈素秋发奋读书。19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Santa Casa 医学院。当他欢天喜地把好消息告诉父亲时，却看不到父亲脸上的笑容。父亲平静地告诉他， Santa Casa 医学院是私立大学，学费高昂，我们承担不起。陈素秋的心凉了半截，但他仍不放弃当医生的愿望，重新复习功课，终于考上了州立大学 NSP 医学院。然而这家免费的公立医学院远在300多公里外的小城，显然只能在当地租房子居住了。当时为了省钱，他与两个巴西同学合租一间宿舍。不过回想当年大家合租宿舍，为他了解巴西人生活习惯，为后来当主管能协调巴西人与他们和睦工作打下了基础。六年的医学院基础课，又读三年肾脏专科，九年苦学，陈素秋于1989年毕业，终于迈出了医学院的大门。1992年12月，陈素秋回到圣保罗，以内科急救专业考进了 Ipiranga 医院，成为一名值班门诊医生。公立医院每天接诊的病人很多，工作很忙碌。但是看诊完后，他又到住院部帮助指导医生护士工作。医院上上下下的人都很喜欢这个永远不知疲倦的女医生。当时医院里她是唯一的华人医生。由于陈素秋从未间断学习与深造，她先后攻读了圣保罗大学医学院的硕士博士。因业务水准高又非常勤奋，还富有亲和力以及协调能力，2000年她被任命为内科主任，手下管理住20多个医生。后来她又担任实习医生主任，管理100多个刚毕业的实习医生。2015年他又被任命为医院业务总主任，所有内科、外科、心脏科、骨科、传染科、妇科都在他的管理之下。一个华人当上统领一个大医院的总主任，总有个别的医生和护士心里不平衡，但是又不得不佩服这位华人总主任的管理水准和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陈素秋在医院工作30年，热心对待每一位患者。因为是公立医院，来看病住院的大都是普通民众，很多人生活贫困拮据，他却一视同仁地照顾他们。对偶然有华人来看病，他更是视为手足同胞，关心照顾有加。2010年，一位来自大陆的妇女带她的妈妈来就诊，75岁的老太太患有慢性肾炎，
还有高血压。陈素秋每三个月给他看诊一次，对症施治开药。因老太太常年服用大量中药，慢慢演变成了尿毒症。陈素秋就为他安排透析，但遗憾的是，因女儿没有满足老太太要回大陆的要求，最终老太太不想拖累子女，自缢离开了人间。一位年近50岁的林先生，因为常来看病，认识了陈素秋。有一天，他的儿子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半边身子手脚不能动了。陈素秋断定是患了中风，马上让儿子送父亲来医院就诊。林先生被送到医院，陈素秋马上救治。经过40分钟的输液抢救后，林先生不能动的手抬了起来，并竖起了感激的大拇指，他腿也能行走了。原来中风前4个小时是最佳救治时间，因为陈素秋的准确诊断加上及时抢救，彻底治愈了林先生的中风。如今10多年过去了，林先生还照常在工作。如今陈素秋除了担任医院的重要主管，还担任一家医学院的教授。他常常被邀请参加医学院毕业生的典礼，他勉励学生们，医生的学术技能固然重要，但用慈善爱心关怀患者的医德更为崇高。陈素秋从卖花姑娘到医学博士、大学教授，以及一家大医院的总主任，成为人们传扬的佳话，也是华人的骄傲。喜欢巴西华人频道，请您订阅和点赞，谢谢您的观看。Por favor, inscreva-se. Obrigado.